19日晚间，台中市政府民政局携手联合台中策盟台中市众教会，在市政府广场举行2021台中好圣诞点灯晚会。爱与温暖弥漫台中的每条大街小巷。黄国荣副市长代表卢秀燕市长与现场大小朋友一同倒数，点亮象征与爱同在的八米高充气雕塑圣诞树，以及台中在地原创角色异形公仔陈时君、阿尼斯特主灯。也让我们在家庭里面跟所有我们的家人、跟我们的好朋友建立美好平安的关系。愿上帝赐福，在今年的圣诞节，今年的整个的这样的几天，甚至一个月，甚至整年当中，愿上帝的平安都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的市长，保守我们市府所有的团队，也赐福给我们台中市几十万的家庭，大大小小，让我们都活在神的平安跟喜乐当中。谢谢你，我们把今天的点灯跟这个一个礼拜所有的活动都交在你的手里面，愿上帝赐福保守。我们将同心的祝福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台中好圣，好事不间断。